走吧。仔细搜，查看是否还有遗漏。是是。禀报马将军，毕命未迭，姓陈名卫，其余待查。假名吧？还不清楚，这名册和通关证明是从他随身行囊中搜出来的，公开身份是贩卖蜀锦的商人。那另一个呢？追击中，但是卫迭在紫龙峡没了踪迹，正在搜索。卫迭政务，统统移交司文曹，让他们去查。